两个板板不回，太好了，平底锅吃到饱啊！哎，北七哦，等一下，看一下，我身上，我要那个小竹给我啦，不是啊，我要特看看那个亮度啦，走北半哦，到底谁比较白目啊，你吧，我们来看，啊、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装、哎、小竹比较暗一点点的样子，哦，真的、哦，对，小竹比较暗一点点点点点点点，蛮正常的、啊，哎呦，哎屁孩、欸，装备可以读吧，哎，装备如果加上凋零谷的话，有一个效果叫寄生呢、欸，好、哦，想要寄去哪里啊？啊、好记啊！有哎、欸，没打到。哎、欸，我们有这东西啊，海灵晶体。北七友，我们都在那边说要找海底遗迹，然后都没有去找哎、欸。我要找海底遗迹。现在哦，你用飞的超容易的好吗？他直接本身开创造模式在找海底遗迹、欸。对啊，我几乎创造模式在玩这游戏了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！飞出去啊！这还有什么游戏体验？哎、欸，不是，不能这样讲啊，它也是游戏的一环啊。我的天！好啦好啦，他们不要的话，我们就停止飞行這件事。世界目前不会啊，目前没有。今这礼拜今天没有要去，好就这样。去哪里？去哪里？黑暗世界。哦，其实你要去也是可以啦，因为我想说你要去那里的话，我可以顺便练我的锤锤。你看，他有时间练他的东西，不能练我的。我要，好好好，你拿来，我帮你练。你要什么武器？我帮你练。全部。全部、哦。全部。你刚是说全部吗？狮子大开口。我有不好预感。好了，我帮你练一只长弓，这样可以吗？可是我忘记，我不知道我要长，你有长弓吗？我有啊，我有啊。借我拉一下看看。借你拉一下是怎样？你要马桶拉那个射速之类的、啊、武器，那个弓全部借我。我用那个你那个杆杆都拨不来。我用邪恶金属啊，邪恶金属是那是因为你们在那边说我飞像作弊好不好？不然我就飞过来，谁理你啊？哎、你没给我箭，我怎么射？你不是有一般的箭矢，拿一般的射啦，还要求那么多？没有。连证实都没有，垃圾人呢、欸？为什么这边空工这么多啊？那里是晚上沙漠，这射速蛮快的嘛。那是比例不太对吧？你有加什么、啊？我你就看啊，它上面不是都写？好吧，然后你再踩一下，跳起来踩，跳起来踩，怎样？哎、啊，你飞高高跳起来，很厉害的。你飞行然后落地，哦，怎样？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去。好啊，你弓可以还我了吗？好啦，你给我一把好啦，我至少我打怪方便多了啦。你攻给我，我一把帮你练啦，这样好不好？有人说我铲子真的有多没有啊？到底哪一把、啊？我一把正常的，一把就是挖玻璃的啊，没有多啊。说不定看错了吧？两个是一样的铲子吗？对，呵呵差不多，都加了圣甲虫，都长一样，好不好？红红的。不是你啊，箭矢嘞？箭矢还我啊！你顺便帮我把箭矢修一修好了啦，它快坏掉了。没办法。等一下，马玉林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马玉林定啊？借我修一下箭矢啊，不然它快坏掉了、欸。地区没找。哦，你什么都要我找，奇怪、欸，你这个人要红石，我就给你红石。你要什么他都不给你。对啊，我要个马玉林定而已，很过分吗？中介石啊，不然你拿中介石跟我换。我为什么？中介石有啊，你不是拿来种那个中介花吗？我们来看一下拔刀可以用什么强化。我们来看一下绿宝石是加什么啊？工具的耐久、哦欸，加地狱之心、欸，我可以跟拔刀剑灵魂绑定呢、欸，有种微妙的感觉。荣耀之魂哦，击杀石，哎、欸，那我应该加荣耀之魂上去啊。可是我现在还有强化槽吗？哎、欸，不准啊！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还可不可以强化，好像不行，对不对？欸、不行啊！好，算了，啊，你到底要不要把武器给我啊？我帮你练啊，要帮你练，你又意见一大堆。冲山，在干嘛？我。欸、我不敢用了。他今天没有让我们做噩梦，很不爽一样哎、欸。我觉得很好笑啊，看起来就很好吃。啊、你不觉得很像那个串丸子吗？串丸子，他可不可以做出不一样表情的、啊？我也很想知道呢。好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对，既然都来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哦、等一下，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我的苍龙去哪了？你们有人把他收出去吗？哎、欸，他在那里。我现在会飞。你说箭杆用什么做比较好？哎、欸，箭杆中介啊，不是，我现在会飞了。你在跑，我看你是你游得快还是我飞得快啊、哦？他好生气哦。在飞啊你！好
头盔。哎、欸，他十岁了，哎、欸，屁孩，屁孩。护甲甲板。好啊，来帮我，来帮我，来帮我打昏他，我要驯服他了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驯服他之后，我就让他待在这里，我就让他再也哪里都不能去了。五十四哥要当苍龙的注意哈，摇昏到你哪里都不能去。五十四滴血哦，有点恐怖哎、欸。哎呀，苍龙咬我，苍龙咬我，不要放掉，吃他。哦，这个是吧？护甲甲板。我很好奇这个。好吃吗？啊，兔子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嗯、我来帮你解决，解惑大师来也。没有，我现在要做装备，我只是在想我要用什么材质做而已。你也可以一样用骑士史莱姆啊，可以加血。好啊。不是，我怎么记得你上次好像也，我怎么记得你上次好像已经做过装备了？你上次好像不是也在那边护甲板、加加板、加加板的？我上次做的是那个。做一半没有做完啊。哦，做一半哦。苍龙越大只是咬越痛哦。哎、欸、好像蛮正常的哦。抱歉，他又变65滴了，哪有这么？哎、欸，他卡住了是不是？快点快点，趁他现在，趁他病，趁他病要他命！哎哎哎，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！苍龙，是我溺毙，是我溺毙，没有啦！哎、欸，在水里要把他打昏很难嘞、欸，我还要注意不能打死他哎、欸。有人说把他捞上岸来打，可是我怕捞上岸他没有空气，然后就死了，比我还想的还快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他还没成年哦、喔，不是有人跟我说九岁就成年了吗？到底是几岁啊？那是哪个人的定义啊？你要被关了你？啊，不就还好我有注意到，不然他要死掉了哎、欸。不是，有些人跟我说他九岁就成年，有些人说十二岁，有人说十四岁，有人说十八岁，我到底听我妈的还是听谁的、啊？你妈的，妈妈的话。哇，几岁啊你？好啦，我们去帮他看一下那个怎么做出来好了。压缩鹅卵石围一圈哦、喔，受不了啦，我要去做短工哦，弹弓速度太慢了。哎、欸，那你长弓给我，让我这把长弓吞噬他吧，我会继承你长弓的遗志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漆黑之门。好了，有漆黑之门，你要摆在哪里啊？这个传送门，观众有前情提要哎、欸，你要稍微先听一下吗？他说那世界很黑，而且怪物很强，如果没有照光几秒就会受伤。没有照光，嘿，所以要怎么处理呢？要有光，你们畏惧了吗？要有光，好，要有光。那我知道啦，我刚不是才说要有光，怎么弄？我来弄不就好了？你说在装备加上有光的东西，我已经把派上小猪派上用场了。有了，我有荧光哦。好了好了，小猪很便宜。哎、欸，对，小猪也可以派上用场。好了，我脚自带光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那你一定一个人冲出去，然后就不见了。你不会啦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史莱姆靴子可以加吗？感觉应该不能加吼。你拿 Tinker 的鞋子加，就是两个银石粉，然后加一个中介之眼。中介之眼，对啊，中介珍珠加淀粉粉，我可以加在裤子上吗？裤子哦，好问题，你试试咯，直接在那个合成那边，在盔甲装配台合成，对，荧光石在哪里啊？荧光石就有第一个箱子里不是有？欸，应该是在我身上哦。那在兔扎比身上吗？哦、他们说是针对靴子哎。对啊，靴子，那就看你靴子有没有啊？哎、欸，对，磨刀石带着好了，不然等一下去那边挖坏了就没得修了。银什么玩意儿的、啊？银石粉吗？银石粉放两格，分两格放，然后一格放中介之眼，总共吃三格。哎、嗯欸，原来那个世界是有怪物的，有怪物那就好说啦，大家一起去练武器啦，打怪。Yep， 你的脚好丑，你怎么可以丑成这样子啊？谢谢。我是想把那个小猪铁做耐久大板啦，可是我现在有办法做到那个吗？有办法弄到五次吗？如果小猪铁平底锅可以弄到五次强化，然后我就无限吃啊，对啊。哪里有超级超级超级有够多的？没事，我想到了。啊，剩余强化次数二而已哦。等下，兔子，小猪好像不能再生了，嘿哈。我可以问你吗？那个小平底锅是怎么合成的？是手柄还是坚韧手柄？手柄，手柄而已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魔法木手柄就可以直接。对啊，对啊，我就天哪！对啊，对啊，快点，我们不用带食物去吃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咬你的鞋子看起来这么酷炫？哦，因为有那个发亮，它有框了。对啊，哎，魔法木在哪里啊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所以我也可以换手柄之后直接加上去吗？对啊，可以啊，我的只要再四片就好了。4、4、8、32，所以我这边是够的，其实。嗯，我要怎么看我现在有几个啦、啊？你放上去啊，它会写强化次数多少啊？啊，我这样我是可以不用带食物啦，可是对其他人就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耐久三的意思是我已经强化过三次了，所以我差两个版就好了。对，你差两个，对，差两个。哎、欸，你这样很快啊。我们还有黑曜石吗？应该都在我身上了。我这边有11。
个，不然就是我要我，不然就是我要再去挖了。那兔子，不然你去帮我想办法弄书柜出来好了，我这边也没得弄了。书柜吗？对啊。好啊，去收，他不是收割甘蔗？对啊，还要皮壳啊，你就去打牛吧，帮我弄三个书柜出来，谢谢。嗯。你弄两个书柜就好，我身上是有一个的。我又拿去激光射就会变皮革了，真的假的？这么酷炫？哦，真的假的？那哎，激光枪派上用场啊，有没有充电啊？激光枪没有后电了。现在晚上是要充什么啦？所以你有帮我弄书柜出来了吗？我帮你挖到黑曜石啊。我哎，还没。我们要先拿腐肉去弄。一次整一发，但是你可以丢很多个让它洗，让它那个啊，有没？有哎，它变皮革了哎，这边。好啦，这么棒。很快很快很快，哎，我有39个皮革了啦，好皮啊，这么多，对啊，啊甘蔗嘞，甘蔗嘞，甘蔗箱子你不是有吗？好，我来，哎，这是一个废物再利用，哎，好爽哦。为什么我身上有一条蚯蚓呢？一条蚯蚓，我丢出来它会不会跑走啊？我放箱子，你们看最上面那个箱子的左下角，哎呦，还真的有蚯蚓哎。哇，哎，这边有，我喜欢。我很怕我放地上，它就会跑走嘞。那我翻开，怎么不要啦？它就说会跑走了。为什么会有蚯蚓啊？好屌哦！哎，兔子，确定确定是手柄哦，不是强化手柄哦。我把它抓走。我记得是一般的手柄。好，蚯蚓可以用来种田，我真的觉得蚯蚓超屌的。有了有了，这个拿去，这个拿去。为什么会有蚯蚓啊？放在田里，放摇头。哎，在北西为什么圆又变多了？没事儿，兔子，你不是要黑曜石吗？16个，他不是卡蚯蚓，他在哎，不是，不要让我吸蚯蚓啊！你放在这里放，他会动哎，好好笑哦！为什么跑走了？他在学为什么可以做 GIF 啊？好好笑！他是物品，他是物品。兔子，你的16个拿去。为什么有事没事会有蚯蚓啊？夸张哎，很狂哎，超狂的，真的蛮狂的，真的蛮狂的。我应该是我刚刚在翻土的时候跑出来的。翻土？你为什么去翻土？对，你为什么要翻土？收东西。哎，这样我可以，等我一下下，好像可以无限吃了。哎，耐久二，耐久三，耐久四，我要先弄两个板板。不会，太好了，平底锅吃到饱啊！你就不要他所谓的不会，然后结果你咬不动哦，咬得动吧？哎，这样我都不用带食物了，好爽哦！你觉得他咬得动吗？你要不要去饿一下？那你打我比较快，我不拿刀，哦，好，回血，哎，有二。半忘记我要怎么换手柄了。哎、欸，有啊，会自己吃哎、欸啊，你看。好了，你得要不毁了吗？哎、欸，耐久四，你的80%还差一个。哎、欸，还差一个吗？还差一个，好、嗯，我就知道，请叫我凯瑞王，我有帮你多挖8个黑曜石回来。没有，有了。你可以让，你可以帮我再做5个大板的份吗？没有，我只有8个。够一个。啊，一次整一个，所以你得不毁了哈。有不毁了。好啦，屁孩，我之后再帮你弄啦。你都要知道现在我身上没有半个不毁了吗？我之后再帮你挖啦，你不要急啦。啊，屁，你没事挖都挖给你自己了啦。不是啊，好，我等下去帮你挖，先走。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